姐妹，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韩式辣鸡爪，这可是我的祖传秘方，快拿小本本给我记好了。这么做不好吃，你就来打我。想要鸡爪吃起来不腥呢，煮鸡爪是关键。鸡爪冷水下锅，加生姜、大蒜、烧酒、料酒去腥，煮大概20分钟左右。煮熟后清水洗净备用。然后关键的来了，就是调酱汁，配方呢你看字幕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放入酱料，搅拌均匀，开炒啦。锅内少许油，加蒜末，把鸡爪倒进去翻炒，加入适量的啤酒，大火收汁，撒上芝麻。哎呀，嘎嘎香，就是那味儿。